必烦恼。这个好啊，想一下哦。我搁讲一下恁听吼。啊，你要注意听哦。好啊，我豆豆讲吼。因为这是在训练咱的逻辑思考啦吼。啊，这你若想好势，你有哪时啊，你会分袂清咧发疑到底是讲啥？就是迄楞严经内底讲。吼、哦，一个菩萨的文佛祖讲，讲啊，你讲有我，就是有生，啊有生就是有生业相。啊，那无我就无生，啊无生就无生业相。啊，你佛祖，你是不是我落了两边相？一边讲生，一边讲无生，哈、哦。我讲了，你看问这个话的人有巧无啊？足厉害的啊、哦！啊，佛祖就讲。讲予你乱讲，讲我毋是搁落了两平常，我是因为吼世间的人有两平常，有我甲有有甲无的两平常，所以我讲啊，袂使起这两平常，迄叫做无生。所以我毋是落了两平常，讲生甲无生，我是要吼，拄两平常的有甲无，所以我讲无生，安尼了解吼？所以佛祖的无生是相，不是相。一般外口的人拢会变落了两平相，但是佛祖的无生是破两平相，讲无生。安尼敢听？我听无。敢有啊？敢听有无？有咧，有我来，咱继续来讲。哦，所以事故哦，阿那色身身故即是我为不生。如是受想行识是谁啊？谁个即是我啊？非不生啊！但如何阿难？色是常吗？还是无常呢？回答说：色是无常。啊，那也无常，因为是一款爻相带成爻的诶业相，所以是无常。相带成爻的，我写都无办法哩。相带成爻就是伫上顶端起对立，一个相带。哦，比如讲啊，咱对这外口出名的上的时阵，伫咱的潜意识内底已经造出啥空的上，迄叫做相带。啊，这块的感觉吼，会伊的，迄是袂稳，迄叫摇，摇动不稳，迄叫摇。比如讲吼，我举一个比例吼，比如讲，当我讲你唔对的时阵吼，
我的潜意识内底哦，已经我的对的标准啦。安尼了解吼。所以有一届有人就问，就咧问我吼，我讲一个迄、那个。即、这个人问我的迄款迄技巧，无玉祖大经有一段是安尼吼，因为玉祖迄是南宗禅吼，啊，迄、那个神秀迄是北宗禅，啊，当初两边吼，毋着伫遐咧，即讲，佮一边佮是真正第六祖吼，衣钵传承。啊，经典内底就讲会伤济嘛吼，结果伤济了是送去送要去台上的，是神秀那边的人有人要来台着做吼，结果有去台着无？无，拢砍三刀拢砍袂得。啊，所以我讲着这段的时阵，就有人信徒咧讲讲，嗯，阿奶着做吼，不爱甲伊劝讲，唔通济。我讲哦，刘祖根本就无想要争，所以伊嘛伊也无去劝人讲唔通争。安尼了解吗？所以你要了解，立敌是唔对的，但是破执是爱。哦，这道理你来听清楚哈、哦，破执着是爱。但是立敌是唔对的，所以叫做爱破执，但是袂使立敌。破执是对的，佛祖为着要破执，所以吼破人讲袂使无平常，啊，这是对的。安尼才有法度现在现无生，业的无生。但是哦，唔是讲破人的上了，家己阁生，家己阁生叫做立敌，家己阁生上。所以破执是要啥？入性，入清净性。因为你无破执吼，你无破执，安尼正法不必未现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挂道理嘛是爱讲啊，有你要破执的道理，迄嘛是爱讲啊。你袂使讲啊，啥拢袂使讲，讲惊做口业，卡那不是口业，那是啥？为着正法爱讲。讲好的考验，真正考验吼是安那？是要立敌，迄个是考验，迄个是做考验。我讲爱咁听，迄个是专门要咱做对啊，所以咧讲人的话，安尼叫做考验。啊，那有时，那是为着要破执。啊，要现正，啊，现那会考验啊，啊，都拢免讲啊，啊，咱连法嘛、佛法嘛免讲啊，好对不对？我讲啊对不对啊？安尼知吼？所以有那时啊吼，该讲的话爱讲，啊，不该讲的吼袂使讲，啊，迄就是呐，迄完全甲咱的心有关系啊，安尼知无？袂使讲啊，反正讲出来拢是考验，啊，安尼也发达。啊，咧，你要破执显正就无法度啊！啊，所以咧，南宗禅、北宗禅有咧争，但是是顶悬的人咧教下骹争，下骹无咧教顶悬的人。南宗也无咧教北宗争啊。南宗禅是为着要破执显正，啊，你知无？你是北宗要立敌，
不是南中要立底啊，南中是要破子行政尔啊，所以迄个人问我的时候，我就安尼甲回答讲啊，做也无要怎样，啊，所以伊袂去叫信，叫伊徒弟讲唔好做，伊也袂啊，啊，伊主要是要破子行政安尼尔，啊，伊也无要甲人怎样。啊，你知啦？所以讲，相待成妖，迄就是变作业相啊，甲对立的业相啊。啊，对立的业相会袂稳啊。啊，所以咱人吼，千万都唔好吼，去要讲对立的心。哦，咱是爱好好考劝讲，啊，你爱放下。啊，结果呢，你莫讲人放袂下咧，你着介放袂下，安尼吼，安尼了解吼。咱是要劝人放下，吼，啊，千万莫咧人放袂下，你着介放袂下，哦，安尼。安尼，你要劝人放下，佮家己放袂下，安尼嘛？啊！你要顾到当时才顾会了啊！哦，那伊要放袂下，啊放袂下，咱就爱放下。哦，啊，你心就不会成摇啊，是袂安尼摇动，心就会清了嘛。好，又来那个了。又问，那无常是苦吗？啊，当然是苦嘛，吼。啊，后面他，哎，那也没苦啊，吼。回答是苦，吼，啊，无常在里边嘛，吼。啊，是苦，啊，就是会变了，变了就是会一直相待成妖的。会念伊好，念伊歹，哦，对你好，你就好，念是好。啊，听着歹话声，歹话，歹听的话，就嗔恨啊。哦，安尼拢袂使。人讲哦，人讲苦口婆心啊，良药呢，苦口。所以吼，爱听人对咱讲咱的无好的所在，安尼吼，迄早是真正我都治咱的病，哦，安尼吼。哦，因为有那些人咧对咱讲是要破事的，不是要甲咱立敌的，啊，所以有人咧。劝人的时候，你要了解是要破咱的字，拿来听。因为有的人的心是要跟咱立体。在记我跟忆我，那是不是有相？叫做相在我。
语中就是伫这个业相内底，搁再计较我是非我。计较我就是吼，掠做是我神的我所能拥有的一个我。啊，执着一我的时候，认为他跟我都无关。哦，啊，一我反而等于自私啊。所以，即我跟一我都比较自私。那讲咱人的心主书写那来，就是计较我跟引我来。计较我就是，计较这就是为着我好。啊，一模就是啊，伊跟我无关的，所以他哩，啊，咱唔免插，啊，就变成主事。所以呢，初上的人，伊就会慢慢来主事。哦，啊，就是伊会计较我噶，亏我，啊，这是主事的心的变啊。所以呢，回答讲。秀林呢，未有这款主事的心，哦，所以这富罗那这问阿难，阿难讲吼，问阿难讲哦，这个佛地主哦，是不是主事？有相无？阿难讲无，哦，无就是未主事哦，因为计较我甲非我这东西啥，这就是主事的意思。记我跟义，因为记我你也去拍卖，记着义我你也啦，你也不管他，啊，为着自己安尼啊，所以那是咱主事的心啊。来，阿难吼，就搁讲啦吼，就讲迄不是啊，讲迄佛弟子吼未主事未。阿护罗那的功，如是受想行识，是常吗？是无常吗？回答说：是无常。阿那呢？无常是空。哦。阿难的回答说：哎，不对，是空。哦。再来，护罗那跟问啊，问讲：若无常苦者是变异法，阿佛弟子呢，在这里面呢，他会有自私的相吗？啊，阿难的回答说不会，啊，因为这是主事的相，啊，再来富罗那个讲，是故，啊，色如果是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因为那都是假相，啊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不实在啊，未来还没出现，现在呢？现在嘛是咱的业报相，所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三心不可得啊。来，我观堂内底有讲啊，迄个三心未了啊，地水啊，燃烧啊，吼，三心啊，三心未了，迄个三心就是啥啊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三心未了，地水呢，燃烧的意思。哦，这三心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心未清楚，未清楚啊。再来，六来六往，六初六游，六好六好六歹，六远六近。比一切呢，非我，非我，而且呢，不有我啊，不相在，安尼呢，就别自私。最别自私的人是啥？是圣人，哦，是圣人。如是呢，受想行识，就过去，就未来，就现在，就来，就往，就所就有，就好，就歹，就远，就近，比一切非我，不有我。不相在，如是地。哦，咱讲，咱都讲地见的地啊，如是地啊，如是那地法，未自私，
阿弥呢，如实观察佛法。伊讲，那阿弥孙，那这个业上来当，确实知影，啊，确实知影是毋是会当确实、确实来观？你若对这个自私的业上来确实知影。啊，信法是不是我都如实的观，啊、哦，如实观察的，有这个正知见了，会当用一个正思维，来叫如实观察。是不是若正见到我都正思维，啊、哦，啊，回答啊、哦，如实观者呢，佛弟子第一识生亚。你说生呀，这是在对的对业上。过来呢，对业上吼，会当生呀了呢，内心就会当利用。所以，对说生呀是在讲外相，利用是在讲内心。哦，一个在讲外，一个在讲内。知识对识生涯，这是对业上生涯。啊，对业上生涯，内心就会当利用，就会当解脱。就是这吼、哦，咱讲比较生意啊，啊比较利用，啊比较的那个贷款啊，就是生意啊利用贷款。好，哎、欸。如实知，如实观察，让我到生呀，让我到利用，让我到解脱。因为你若伫熟生呀，你就未阁作业嘛，未阁做杀盗淫的业，就阁未阁做遐生口意的，所以当离生呀离欲开脱，了呢，我身已尽，患恨已离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这是咧讲。受想行识，啊，受身已尽，啊，妄想妄恨已离，啊，妄想啊，妄想不会有啊，妄恨已离，啊，再来，已经不会造业，啊，成为无作业，啊，所以所作已作，再来啊，自知不受后有的是已经跟啊业识变成地位。所以如实呢，受想行识，啊、哦，生涯利欲解脱，我心已尽，还有一力，所作一作，主诸啊主地啊、哦，不朽好友，不朽好友就是别个生，啊、哦，别个生，别个生，生业相，啊、哦，别个生业相。啊，这款吼、哦，这款来读细读细的，人家吼、哦，人家心愈来愈清，啊，愈来愈白生业，安尼就是真正解脱。敢若一个相貌庄严哦，爱修清净，
当然，一个相貌庄严，爱心诚实，所以吼，爱有耐心心。相貌庄严，爱心诚实，所以吼，爱有耐心心。这毋是一世，我都解决。你若问我讲，咱较早解决来袂？会使较早解决，就是爱足苦心，对，较早解决。你若愈享受，就愈办。我想讲，我清洗啊，但是袂办当时，无要紧啊，咱着袂使阁起心动念，安尼死袂记。袂使阁起了贪爱甲嗔恨，安尼袂记。而且吼，嘛袂使。想享受，安尼袂记。你讲啊，袂使想享受，啊，着爱甲苦读，啊，无爱苦读愈害。迄个袂清啊。好，对。咱去看一段吼。所以诸比丘当知啊。比尊者呢，哈，以我有大劳矣，哈，在阿难讲，所以我从比尊者所闻法矣，会当啥远程，远程就外口的业相，叫做远定，离垢是内心的无垢，后来等我的定呢，发干净，发干净。来，我从世以来啊，常以慈法为宿众说。宿众就是吼，出家离两众，男众女众，啊，在家嘛有两众。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所以为宿众说啊。啊，这宿众都是佛弟子，所以不是其他外道，或者是沙门，还是婆罗门。的出家者说，有人出家是出家，但是又不是佛弟子。有人出家是出家，但是不是佛弟子，所以呢，这出家嘛有分的，内道到外道的出家。第三十九经啊，如是我闻，一时有众多上座，一般人都讲上座啊。有人讲，这上座是不是爱出家几冬？迄嘛不一定。有诶，那照概率来讲是，就是讲出家20冬以上的上座。10冬、20冬中间的叫中座。还未10冬的叫下座，是安尼。但是，那有诶所在。或者是有的人根基就足好的人出家，而且德赫也有，说法立身也拢有，修也修到清净，德行出来，安尼我来当作上座比丘。
好，所以这里上座哈，住婆罗奈国，新人住处鹿野苑中。啊，鹿野苑就是一个佛陀初转法门一个所在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多是佛祖多涅槃还不偌久。来，当时有长老禅陀，这禅陀吼，原来在家的时阵叫做车尼，啊，就是咧甲佛祖扛马啊，迄个，车尼。哎，这个长老禅陀吼，当时一大早吼，着衣持钵，入婆罗奈起食。然后呢，吃完之后，环射一波，环射一波就是把衣钵收起来，啊，然后呢洗脚，因为哦出去吐花，回来拢沾足侪，啊，垃圾的土，所以洗足，也洗脚，啊，洗脚了后，搁持护。这里应该是，刚刚是高吼，高高的高吼，但是副高这就是咧讲，锁迄个，人咧讲的钥匙啊，锁匙啦，因为过去吼，可能拢用迄铁钩啊，钩起来吼，来咧把门钩起来，吼，咱看151啊吼。151啊，这个注释的第五，讲这副歌就是生物之一，要用来吼，即个守护房舍，啊，伫锁门的吼，锁疗房的，啊，拢用铁啊，是铜啊，是茶做的，啊，好，咱搁翻回来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伊先甲房门锁起来了吼，啊，摕这锁匙呢离开，啊，从零到零，从房到房，从精神处到精神处，精神就是迄个过去吼，希望人拢一定的迄个哦精神的所在，啊，有那时啊，像咱那精神就是惊吼。惊坐什么船吼？你若无过精神过吼，很容易昏沉。啊，所以精神嘛，精神的好处，你着坐什么船吼，较袂昏沉。你食饱了吼，你啊行行，伊嘛是一个精神。啊，行了较袂坐，较袂昏沉。啊。就在这几个地方哈，到处请比丘说法，说当教授我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见法，啊，他知法见法了，还办法的如法知如法观，啊，再来，当时诸比丘告诉这长陀说，色行无常，受想行识行。所以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啊，本来涅槃即灭。这就是啥？这是人咧讲佛法的三法印，佛法的三法印就是咧讲，讲这三种：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即灭涅槃。所以来以为是来讲哈，这个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跟极灭涅槃哦，嘛是咧讲，嘛是咧讲这三项哦。这个诸行无常，啊，这个诸法无我，啊，这个
即灭涅槃，赞同吗？所以这三个，这三个关系都重要。第六意识者，会当知影伊的主心、心性吼，无常主心的心性，是第六意识的分别。造业心，这是无常。诸法如我，未即为我。阿妹啊，才解脱，迄叫一灭。涅槃，就三法印来哩，啊，现在讲这三位吼，再过来看141页哈，所以禅陀的甲比丘讲吼，我以知色无常，受想行识无常，那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过来涅槃即灭。啊，这在讲五蕴哈。五蕴伫这诸行啦、诸法啦吼，啊，涅槃寂静啊，再来下一段啊，禅陀又说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不喜欢听啊，所以禅陀嘛做老实的啊，我讲我不爱啊，我不爱听这个，听这一切诸行拢空啊。啊，不可得，爱尽离欲，涅槃啊！不可得是讲不可以从外得，还是不可得？啊，啊那不可生是不从内生啊，所以要了解不可得跟不可生，意思无同啊。不可得是不从外得，以不来的无，而刚才逃不来的无。免去向外口找头，所以对我不可得，对来的未生，啊，不可得是从外的，不可生是从内心生，所以不可得是指一切诸行空寂，不可得啊，不从外得，不从外得呢，一连贪得尽。贪得金得的利用，因为贪吼够层次，一开始叫做欲贪，欲贪了吼无够，搁变沙贪，沙贪了无够吼变道贪，所以当贪吼就会当引起，一开始是爱用的贪，一开始是着上爱用的贪。后来爱用的贪尿变作散，是安那？一贯是吼，一贯是心对境起引诱的时阵，迄叫做欲贪。在欲贪贪尿故吼，迄贪的炽盛，会滋长，滋长尿吼，杀贪的心就会造出来。杀贪就是把对方吃掉，就是懦弱强势。
有一个变态的心理跟虐待性出来，我讲的你敢听？所以迄个作用的剧咧走出来，所以真正这吼，这真正是无好，这就是一开始用贪兵的杀他。这伫个《楞严经》内底拢讲，一开始是接触迄款欲贪，啊，愈来愈炽盛伊的滋长，所以贪要过头，伊愈炽盛滋长，滋长要必死，看他要甲对方食掉啊！杀贪了，迄个是甲他对摸一上哦。到尾啊，所有的恶业通通出来，还变成盗贪，啥物都要爱。哦，啊，虽然势力，哦，强的我都甲弱的吃掉，但是弱的我都吃强的，就用啥用偷的，吃袂到就用偷的。啊，所以所有的恶教拢总造出来的盗贪。所以贪哦，伊个层次就是一开始的抑郁贪，出来就是杀贪，出来就是盗贪。哦，恁个回想这个过程，所以万恶淫为首，我讲啊对不对？为着要淫欲炽盛了的，不拍结底报给对方吃。啊，要靠脚较用的，这个迄心的愈棒，还得造杀业。你甲回想这世间的这世间作业的过程，你甲回想起来吼，恁是不是很起惭愧心，很起的忏悔心？好，我们继续。看141啊，第三章啊，还是第二段。这禅陀就佫讲啊，讲吼，虽然是安尼，但是我袂爱听，一切拢空，不可得。哦，或者是呢，要真爱啊，利用。涅槃，而此中如何有我？意思来讲，啊，那呢？无我，既然无我，啊，那呢？那有一个讲无我，诶，底下内底呢？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是名见法。意思来讲，啊，既然都无我啊，拢空啊，哦，啊，爱情啊，利用啊，涅槃，啊，咱内底靠多一个我，会当如实知，如实见，哦，啊，会当见涅槃，哦，啊，你敢听？有啦哦，啊，既然都空啊，都无我啊，啊，涅槃啊，啊，咱内底呢？他个有我会当听，会当知，会当见，哦，啊，安尼叫做见法，哦，再来呢，唔是干那讲诸行尔，诸法嘛是，啊，诸法的无我啊，比较是呢，第三就是涅槃寂静，寂灭万不坏，哦，
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要咱找一个有我，能够如实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是明见法。这个第二、第三就是咧讲三法印的第二甲第三法印。第一个是诸行无常，啊，第二、第三就是诸法无我，即是涅槃，嘛是安尼讲啊。讲到今年咧拢考安尼，哪有真要伫内底咧？要哪啦找有我，会当知会当见。过来呢，禅陀又说。那又在这里面呢，谁有能力来堪能为我说法，来令我知，好，然后呢令我见。啊，意思就讲，有一个我这样低也这样见，安尼应该嘛，有一个堪能讲给我听的人，啊，这个人又不是什么啦？今年都拢无啊吼，啊无啊，哪有一个讲会甲听的？啊，今年都拢无啊，哪有一个讲会甲听的？啊，这个会当讲的是啥物人？啊，这个会当听的如是见的人，又搁是谁？啊，所以这禅陀的起疑问啊，讲啊，都拢空拢无啊，连我也无啊，安尼这内底哪有法度去找一个会当讲的？啊，甲有法度知的，啊，这是啥物人？哎，佛作是念啊，尊者阿难啊，今在居散米国，瞿师罗园啊，也曾供养亲近世尊啊，供养啊，勤心看的不重。而且呢，是佛所赞叹，诸患恨人，啊，皆悉视之。那安尼呢，伊一定有法度令我说法，令我离烦见法。本来讲拢无啊，应该是吼讲的较听，应该拢无啊。啊，后来伊就想着讲，啊尊者吼，这个阿难尊者吼，伊捌对过佛做过。阿嘛是复说赞叹的，阿那个疑点我都讲我听，到底是啥物人我都讲我听，阿个听的人是啥？来下一段啊。尔时呢，禅陀过了这个夜之后，啊，一大早呢，赶快跟卓依持波、入波罗那里起食，他起食完之后又把它收起来。起食完回来之后，摄取就是给他收起来，搁把衣钵啦、卧具啦，卧具就是吼，迄修行人吼，有那时爱倒个涂骹吼，其他个爱加些用垃圾，人家是嫌污用垃圾，啊，所以爱铺一个卧具。哦，看来咱即摆讲的攀啊，迄个卧具。鸟卧具，鸟毛坐具，你坐什么用的？啊，所以过去修行人有坐具嘛，有卧具。啊，好，再来，把迄个卧具修了，都持着衣钵到居散米。啊。渐渐的游行到居散米国，啊，摄取衣钵，洗足矣，到达尊者阿难的地方，啊，共相问讯，啊，共相问讯就是互相的顶礼，啊，问讯，啊，然后呢，站徛一边。再来，好，下一段。尔时呢，长头
比丘就告诉尊者说，一时诸上座比丘住婆罗那，仙人婆罗那国仙人住处鹿野苑，当时呢，我一大早着衣持钵入婆罗那，起时时已环射一钵，洗足以呢持护钩到，从林到林，从黄到黄，从金行处到金行处，然后呢处处见诸比丘，而请他们说，是不是可以教授我？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见法。当时诸比丘就为我说法说，色无常，受想行识的也无常，一切也无常，一切法满无我，所以涅槃之辈。我尔时呢就告诸比丘说，我暂时就跟那比丘讲，我呢我已经知影呢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，而且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过来涅槃之辈。灾祸，很欢乐，再来敬拜。伊这过程嘛是甲这个过程足共，来逆转清净。这贵的嘛，要他自己赚。一转进去，再过，再过，再进，再是这样，再转进去，再进来呢，是这样，是，再等候，再来。
也看对呀，这个，然后什么意思？画吗？非常意义上，请大家注意。我讲的，一个人在做地下的生活，为什么要往外扩？我扩大，咋会？我一个人在做广告，最妙的话用高不高价？哦，你什么讲理啊？你哈？所以较想要的，我拄迄阵阵拄下课的时阵，我是感觉讲啊，我过去行拢无啥着，吼、哦，是安尼感觉的。唔知影吼、哦，若愈久较知影，哇，我实在是有够伟大，还真正这个事业实在有够大，真正是有影足大的事业。因为要净化咱每一个人的，而且佫毋是人尔咧，即救着人就救着动物，啊嘛是说救着目睹的众生。哦，我讲个对啦吼，救着人，人就袂佫去杀去食，啊是说救着众生。啊，煞来救着人咧，就袂佫去贪爱啊，啊就袂堕入鬼道啊。啊，嘛是在救在迄道的，众生哦，所以我我现在够大，这事业是有够大哦，你嘛较知影，才有够大。你加载哦，加载医生无做啦，惊，真正是惊着咯吼。当初的时候，万载是啥物款心，互咱安尼化冲就甲冲出来。现在在体会讲啊，冲了顶。哦，有人哦，有人讲啊，你就是哦，未使操之过急哦，爱三思而后行哦，啊，爱三思而后行，莫想冲动，哦，莫冲一个过头。我加在迄阵阵，还佫有一款冲力也蛮无当的。所以有时候哦，该冲爱冲哦，冲不出来哦，那这大事业哦，煞无人继承，那就麻烦。所以哦，有那时啊爱冲，无冲完了袂使。我迄阵阵我知，我即摆我知，哇，原来火化是事业足大。嗯，那是大事业。好，那咱就继续看。所以这段就是哈、哦，第142页第三段，给他我已知色无常啊、哦，然后知嘛哈、哦，知断即。知苦哦，知无常，知受想行是无常。但是呢，一共呢，下一行啊、哦，得细抓一下。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听啊、哦，一出来一下没掉的对呀啊，你爱听的是下没掉哦。所以一切诸行空，不可得爱敬离欲涅槃啊。那这里面呢？如何由我而知啊、嗯？而言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是名见法。欸、我尔时作是念：世中谁富有那个力量呢？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见法。啊，我当初做这款念头的时候，我就去想着讲啊，就是